经本第31页，第六行开始，31页第6行开始，经文我先念一段：设我得佛，国众天人，一切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机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乃至待得天眼，犹能明了，辨其明疏者，不取正觉。刚才念的还是这部经里边的那个法藏比丘发的48愿，那么这是48愿中的第27愿。这个法藏比丘呢，就是后来成佛了，后来成佛就是现在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在那个时候他发了大愿，跟那个他那个时候啊有一尊佛叫释自在王佛，他是对释自在王佛发了48条大愿。那么前面呢讲了26条，现在是27条。那么关于这个经啊，历代祖师注经呢，他是讲这个科判的，科判个人有个人科判的不同。那么这个我们老师过去讲这个经的时候呢，把48愿呢分为13科。就是13大类就是了。13科啊，在前面呢已经讲了，讲了7科了。那么刚才念的27愿呢，在13科当中是第8科。这一科呢讲的是福慧始增愿。福，我们学佛的人都知道，我们都要这个多多的修这个福报啊。慧呢要开智慧，开智慧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要解决生死问题，脱离六道轮回，以至于成佛，不开智慧怎么样也不行。我们念这个念佛法门，法愿往生西方人极乐世界的话，也要有智慧的啊。那么另外呢，修福报，这个福报啊，一般人也都是要想这个有福啊。不过我们学佛的人呢，佛由福来的时候啊，要爱惜，把这个福啊，不要马上就享受完了，要储存在那里。这就是爱惜这个福报。那么如果把这个福报要享受完了啊，那就是有漏的福报。我们由福报来的时候啊，我们不想它，我们回向。回向作为我们修道的一种助功夫，那么就是去消我们种种的障碍，这个福报就转化为一个无漏的福报了啊。那么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一科呢就讲福与慧，到了这个极乐世界的时候跟我们在这个世间不一样啊。
我们在这个时间这个修这个福也不容易的啊，修福修的不好，哎，那么过去修一点福报，现在中了因，现在今生啊有福来了，有福一享福啊，享福的时候就造业了，这就很危险的。必须要懂得佛法，不懂佛法的话，福报来他会造业的。至于说求智慧，在我们这个时间也不容易，必须得有很好的因缘，我们才能接触到佛法。接触的佛法，你还要接触到这个正法，那才得到这个对于开智慧才能够开发出来。那不然的话，这都不容易的事情。要是到往生到极乐世界那就不容，那就是不跟我们这一样了。到了极乐世界快得很。所以法藏比丘在因地，就是在没成佛的时候在因地来发愿的时候，就是有这个愿他将来成了佛的时候，在他的这个国土里边呢，凡是在他这个国土里边的众生福报智慧这个增长的非常快，这一颗呢就讲这个意思。就看那个经文了，设我得佛，就是我这个法藏比丘说了，我将来要能够得以成佛的时候这个设呢就是指下面讲，假设我这个国土之中那个天人西方极乐世界有天道有人道的这个这个怎么说呢，凡是往生到极乐世界去刚刚去待业往生的那里还没有正果的时候，都叫做他的程度合乎天道的，那就是算是天。那么他的这个程度合乎人道的这个境界，那么就算是人，是这么说的。那么在这个国中这个天人呢可以说是在极乐世界天人是那个程度最低的了。那么下面呢就讲这个一切万物，一切万物就是种种的这个这些事物，这些物这些东西环境方面的，这个一切是可以是包括所有的了，万物就是一切的这个物质，包括这个极乐世界的大地啦、树木啦。一切的一切，那么这些个呢，一切万物怎么样呢？严净光丽严是庄严的，净呢是清净的，光是光明的，丽是华丽的，这一切万物都是这样。那么不但如此，而且形色殊特，形是种种的形状，那书有书的形状其他的这个七宝池莲花等等各有各的形状，色呢是颜色这些都是很特殊非常特别的，穷为极妙，无能称量，这些都是非常穷为最极最妙
没有人能够乘凉，无能乘凉就是指的是国动天人，国动那些天人呢，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啊乘凉，能够说得出来。那么讲到这里啊，这个我们应该要注意的事情，不修佛的人，甚至于啊学佛修了不少年数的人啊，他总是不了解，他心里总是一个执着。执着什么呢？总是觉得我们这个世界呢，这个世界就是我们住在这个地球上啊，这是很实在的，我们眼也看得见，我们身体就是生活在这个地球上啊，这是很现实的。至于说讲的这个西方极乐世界，那么一般人就想的那个是这个距离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有十万亿佛土，就隔了这个十万亿个三千大千世界呀、啊，那么多那么远呢、啊？那是实在的吗？就像我们这个世界这样实在吗？一般人总是有这个疑问。那么这个我们可以说，我们在这个道场里面，各位老菩萨们呢，都会不会有这个疑问的。可是呢，在这个难免呢，有些人呢，还是一提到这个问题，总是自己不能解决的。那么这个祖师啊，在经典里面常常就说了，我们这个世间呢，我们看它是实在的嘛，实在不是实在的，这是一个非常呢非常虚假的一个世间。反过来说呢，极乐世界才是真实的这个世间。这个怎么说呢？你根据这个学理，根据佛家这个学理来看啊，那么佛家这个在中国这些有很多宗了，各宗了，有个唯识宗，唯识宗讲这个我们这个山河大地啊，我们看着一座山，看着整个地球，看实在，其实怎么呢，按照唯识学来讲，这个都是我们生在这个地球上的众生啊，而且是个人道众生啊，这个我们所见到的这个相同的这个环境啊，都是我们第八识啊变化出来的。比如我们看着一座山，这座山就是我们第八识的这个相分，因为唯识学讲有四分呢，能够显露表现到外面的，显出在外面的叫相分，有形状的相分。这个相分呢，我们每个人都有份的啊。这个地球上只要我们这个在人道的我们看法一致，这是某某山，这是某某这个一条河流啊，这都是我们第八识的相分。这个相分显出来的山河大地，一般人看起来是这个是实在的，其实啊，我们中国古代的这个那些格言都讲啊，沧海桑田呢、啊，沧海可以变成桑田，桑田也可以变成沧海，它是变动的。不是永久是那个样子。为什么是那样变动呢？不但这样变动，而且在
将来这个整个这个世界还没有啊，到最后的这个还要整个崩溃啊，崩溃之后再慢慢的又有，它这么来的。所以世界上有成住坏空，有这些个啊时段。那么要问了，我们这个世界为什么有成住坏空啊，有变化？凡是就佛学的学理来讲，有变化的，有成住坏空的，这个世界都是假的世界，不是真实的。为什么是假的呢？我们刚才讲的是第八识的相分，第八识的相分，这第八识啊，它是众生的业力。业什么呢？业是一种事业啊，在一般人呢，你做哪一行哪一个事情啊，造就的就是哪一种这个业啊，那个业就有一种习惯性的。这个当警察的时候，他的这个他警觉性很高，看见某个人行那个这个形状这个行动不对，他就看见这可能是一种或者是小偷啦，或者是犯罪的啦，他就那个心理就是一种习惯的在那个在那支配他。那么其他的这个各行各业也都有一种习惯性的。那么这种这个叫做佛学叫做业力，我们众生都被这个业力在那里啊支配了。这个业力呢，我们众生呢，凡夫众生啊，自己没办法来做主的。为什么？你这个业力已经造成功了，你如果不学佛的话，我们学佛干什么呢？学佛的目的就是要转变我们的业力。不学佛的人，普通这个凡夫啊，他这个业力是顺着这个业力这个力量啊，把它拿到哪个环境，就是他到哪个环境去，他是一丝一毫不能做主的。所以他到这个世间来也是业力牵他来，将来离开这个世间也是业力，到哪一道去也是他这个业力啊牵到哪一道去，不能做主。所以就这个世间来，我们到人家看这个啊，你知道这个房地产呢、做什么，这都是旅馆呢、不是永久的。整个世间都是一个假的嘛。所以它是业力的关系，是假的。至于说这个西方极乐世界，我们看这是法藏比丘在行菩萨道的时候就发了这个大愿。后来极乐世界他当初是参考了200多亿的这个那个理想之中的那些世界的，竟采取那些合乎他理想的那个优点，来根据他这个愿力，后来成功的造成功的这个极乐世界。可以说这个极乐世界不是业力造成的，是阿弥陀佛在因地发藏比丘在因地修的时候以他愿力造成的。这是这个最主要的分别，哪是假哪是真实。他这个愿力是特别啊，一到了个极乐世界，大家就是在他那个世界里边都能够享受这样种种美好的这个环境。至于说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有没有真实的呢？有啊。释迦牟尼佛在他的境界来讲，这个世界对他来说是真实的。那些大菩萨他看这个世界也是真实的。但是大菩萨以及释迦牟尼佛他们这些佛菩萨的这个境界，我们这个业力在这里障碍了，
我们呢没有办法啊，这个进入到那个真实的世界里去。要进入那个真实的世界，你要慢慢的修。最粗浅的，你要这个证到罗汉果，算是见到一部分。修大乘法，登地，登上初地以上，那一步一步的可以进入那个真实的世界。可是那个时间遥远得很。我们在这里，我们念佛发这个愿，心愿行，我们这一生寿命终了的时候，就能到这个极乐世界那个真实世界里面去。你看这个比较之下，我们究竟是学这个念佛法门好啊，还是修普通法门好？嗯，这是很显然的。至于说一般不修佛的人，他怀疑这个世间是实在的，那个世间是，他们有所怀疑。我们就根据这个，一个是业力造成，一个是愿力造成的。一方面我们自己的信心愿力啊，可以这个丝毫不怀疑的；再一方面我们可以啊解答他们的疑问。这个极乐世界，他的这个万物啊，都是这样庄严清净。庄严清净呢，就是没有一点尘垢啊，啊，就是我们在这个世间，就是在这个污染的，无诸这个污染的。那个世界是一片清净，一点尘灰尘那个泥垢灰垢没有，这是表示。再说这个就是烟净，就是没有尘垢，光滑这个光明这个华丽呢，表示这个各个物体呀 不但发出光明来，而且非常华丽，所以它这个形状啊，那种美呀、也不是我们这个娑婆世界这个世间能够相比的。因为这个关系，那么下面的经文里面讲呢，穷微极妙啊。什么叫这个穷微极妙呢？微呀、是这个就讲那些事物，这个就像微尘那样多，穷是无尽的。这个在极乐世界像那个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的那些是啊，就是你数不尽的那个，像微尘，一个微尘做一个单位，你想想看吧，多少啊？太多太多了。那么再说极妙，什么叫极妙？妙这个字啊，你比如说这个《法华经》，就是《妙法莲华经》，《妙法莲华经》开头就个妙字啊。讲到这个妙的话，那么这个你没办法说得出来了。怎么说不出来呢？它这个完全是这个从本性里边发出来的。这个在极乐世界这些万物啊，即是这整个世界既然是阿弥陀佛的愿力造成的了，这个愿呢就是一尘不染的，就是
庄严清净的。这个庄严清净的这些万物从哪来？都是阿弥陀佛那个功德感这个感应出来的。这个感应出来全部都是从本性啊里面显露出来的。本性显露出来的话，我们看这个极乐世界，你看这个好多树啊，好多这个莲花啊，其他这个种种的这个太多太多的了，这些物啊，还有那些这个众鸟言法等等种种的，这些个都是相。可是这个相呢，跟我们这个世间的相不一样，他这个相就是佛法讲什么呢，叫做称性啊，称就是啊，跟那个相称的，就是称心如一的那个称啊，完全相合的。称性就是呢，它这些个事物啊，就跟那个本性完全一致的。这个怎么讲呢？那么这个就《华严经》来讲。华严经啊，它是讲这个事理无碍呀、啊。所谓事理无碍呢，事是什么呢？事是讲的这个一切万物都有形象表现出来的。理是什么呢？理是道理。道理讲的就是那个本性。那个本性与万物的这个事啊，讲到基础啊，那就是一致的，无碍的，事与理啊圆融的，圆融无碍的。不但事与理也是圆融无碍，这个一切万物啊，既然从本性里面这个显露出来的，它就是本性。既然就是本性的话，事事也无碍，这桩事情跟那桩事情也没有妨碍。这个呢叫做妙啊，妙到极处了，这极妙啊。这个这种这个事实在我们这个世间呢，怎么样也办不到。你比方这个诗，这是一个诗，那么这也是诗，这两个东西，你说它怎么没有妨碍？怎么没有妨碍呢？它就是它，它就是它，这两者各有固定的这么一个体积在这里，它要过去，它在这里它就通不过去，它要过去，它在这里就通不过去，那就不能够有。就圆融不起，就有互相有障碍的。讲到事事无碍的时候啊，就没有这种情况了。这种情况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呢，到了大菩萨，到了这个也能办得到。到佛的境界了更不必说了。可是到极乐世界呢，万物都是无碍的，这个我们只能够照经文照祖师的注解把这个介绍出来。我们今天之下没有一个人，没有任何一位这个能够到达这种境界，那么必须要了解，就是呢要了解这种境界呀，比如放下我们凡情俗见呢、我们现在就是这个凡夫的情思的作用，世俗的这个眼光，我们世俗的眼光，我们心里都是一层一层的被那个
那个虚妄的这个这种这个在那里障碍啊，障住了，我们看不出来那个无碍的那种这个真实的状况啊。那么在这个时间，我们的时间呢，也有很多人说嘛，我们在这个时间可以出六道，也可以成佛嘛，何必要发愿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呢？这个不错，你在世间也可以成佛，可是那个成一成佛要三大欧僧祇劫，时间那么遥远，能办得到？这是最大的不同。就是穷微寂妙，无能成量啊！无能成量就是没有人能够把它说得出来，有多少数量啊？没办法说。下面说呢，其住众生啊，那个在极乐世界那里所有的众生，乃至待得天眼，以至于到了这个待得，待是这个待字啊，当道子讲，到了得天眼的这种程度的人，你得了天眼呢，这个应该是看得很多了。我们都是人道的众生，我们都没有天眼。天道众生有天眼了，可是有天眼的话，能够看得远呢？在极乐世界那个有了天眼的众生，他能以明了，他能够假设说他能够看得。看得很分明，了是看得了然，看得很这个非常彻底。那么辨其明疏者，辨的这个辨字啊，在古时候那个用字啊，这个里面是个言语的言字，我们现在学的一般用的这个中间那个一点加上一撇。就是辨别的辨字，这个呢我们一般知道这是辩论的辩字。可是在古时候啊，中国的这个讲这个小学了，就是讲文字学，文字学有六种这个造字的这用字的方法，其中有一种啊叫做假结。假结呢，假结的话有些啊，这个字借那个字借用的，这个比如说我们现在讲彭宇的彭字，我们现在知道这个彭字，可是彭宇的彭字原来这个字不是彭宇的彭，它是原来是那个凤凰的凤字啊，它是个象形字啊，那么就把那个凤字假借来作为彭宇的彭字来用，这是一种借法。还有一种假借呢，同音假借，同一个音，这个字读这个音，那个字也读这个音，那么往往呢也把它借来用了。所以这个辩论的辩跟那个辨别的辨呢，都是可以互相假借，那么也可以互相用。那么又是说我们现在讲这个开智慧的慧字，现在是这个，那么在经典里边，那唐朝那些大师注解的时候，往往用那个恩惠的惠字，恩惠的惠字与智慧的惠字这两个也是同音呐，互相借用。这个要了解这个。那么因此在这里边呢，我们就看这个辨字啊，当这个辨别讲。能够辨别那些万物啊，一切万物它是什么名称，有多少数量，
不但普通人呢，就是能够得到天眼的，得到天眼以上的，还有其他那个这个正果的大菩萨，这个这里就讲这个得到天眼的嘛啊，天人已经得了天眼的吧，他们要能够都能看明白了，或者都能够把那个什么名称数量都能变得清清楚楚，能数得清的话，那法藏比丘说啊，如果这样的话，我不取正觉，正觉就是成佛，那我就干脆我能够这样，我就不到那里，我就不去成佛了。这意思就是说，在那里所有这个天人以及得到天眼通的人，虽然看得远看得多，对于那些一切万物那样状况那样好那样多啊，他也没有办法看得清楚，也没办法数得清。极乐世界想想看，有那样的这个光明华美的华丽的那种万事万物，一到那里就能够享受了，享用了。我们的这个世界你看看，多么贫穷啊，这个想得一些这个生活上的这个这个受用的话，还要经过多少的努力奋斗那才能够获得了，那个不容易的。我们现在台湾现在就算不错了，很富足了，在过去历史上一般人讲能够得到温饱，那就算是很满足了现在这个都是大家都很好了，可是跟极乐世界比起来，那又是小巫见大巫了。这个样子，那么我们为什么要不到极乐世界去呢？到极乐世界当然不是永久在那享受了，到了就是证了果啊，这个有了这个度化众生的能力，那就要回来，再回来到这个时间来度化众生那就成愿再来。成愿再来的人呢，那度化众生那就了不得了，那说一句话，那众生就能够接受他的教化，就能够得度。那可不是像我们普通人讲劝人家念佛，人家心里还要怀疑还要考虑啊。那再来人那究竟不同理，所以我们要一方面自己要发愿到那边去，一方面要发愿要成愿再来。那么下面一条还是讲的这个福报，前面呢这个一条福报是万物都是眼庄严清净，那么下面这一条呢是整个极乐世界的全部的这个环境啊，都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这个是什么呢？这是那个菩萨了，前面讲是这个天人。那么这段经文，舍我得佛，国众菩萨乃至少功德者，不能知见其道场书无量光色高400万里者，不取正觉。这个经文是这么说，我法藏比丘说了，我得佛，我将来能得佛成佛的正佛果的时候，假设我这个国中的菩萨乃至呢少功德者，功德比较少一点，这个
他们如果不能够知道或者是见到，见到什么呢？见到这个道常书，道常书有无量的光色，这个书上都能发光明，有种种的这个颜色。书的高度有多少呢？400万里。如果是个国中的菩萨，以至于少功德者，这些菩萨们呢，他们如果不能够知见的话，那么这个法丹比丘说啊，我也就不求正觉了。也是讲福报，福报他要看全这个极乐世界的这些这个道场书。我们看这个是算什么福报啊？可是我们要了解，一个人的心理啊，你要这个得到这个环境的这个享受，这个环境的好啊，心里非常愉快。比如说我们在城市里面住的人啊，一放假的时候啊，都要到这个登山去，登高望远呢、啊。等到这个在高山一看山下的所有的景物，看得清清楚楚的，心里非常非常欢喜，非常喜悦。为什么呢？心境开朗啊，以往这个山底下所有的景物一览无余啊，这个比坐在家里呀 只看见一个房屋里边那个大不相同。那么这是可以体验出来，能够看得愈多愈远，那是心里非常畅快的。可是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呀、你怎么样看，看的也是非常很小，范围太小了。我们在台湾，你就登到玉山上去，在玉山顶上你看看，不会看得很远。那个到极乐世界呢，你看这个所有的都看，整个看得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的。看清楚什么有什么作用啊？看清楚啊，任何一个事情他看清楚看了解，他都知道。知道就证明你这个对于任何事情对于他呀、看得最清楚的时候啊，那么我们为什么呢？在这个世界上看不清楚，有很多障碍呀、障碍什么？你对于这个事情不明了啊，对于我们本身有很多事情也不明了，本身以外的很多事情也更不明了。不明了的话，你就没有办法享用它。反过来你还受他的这个障碍。古人就说个比喻嘛，你比如说这个房子里堆着一屋子，这尽是这个金银财宝，尽是这个珠宝宝物啊，宝物可是我有眼睛要看得清楚啊。假如说我们眼睛闭起来，或者这个房子里面呢，这是黑黑的漆黑的，也不开灯，我们到这里边来呀，不但不能够用它，反而你一走一举步的话，就被这些宝物被你一下把这个绊倒了，那有什么用处呢？所以你必须要看清楚，你才能够运用它，它才这个对于你是一个实用的，对于你是一个能够帮助你增长智慧。所以在这里是讲能够看这么远，全境的这次是一种福报。这里讲啊，这个道场书，道场书啊，是借用我们娑婆世界的名称讲的。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啊，
释迦牟尼佛成道的时候，就是坐在菩提树下成道的。那么后来这个菩提树成道了，点有个金刚座，因此就叫这个菩提树啊，就叫的这个啊道场树。我们不过我们凡夫众生啊，看佛成道的那个菩提树啊，我们看只是一棵树而已啊。到了大菩萨看那个菩提树就不同了。那么在极乐世界的这个道场树呢，凡是在极乐世界无处不是道场。这个有道场就有树林，那个树林任何树都叫做道场树。这个在小弥陀经里边讲，这个风吹的那个树啊，微风吹动那个树啊，有这个彼此的那个声音呐、发出来的，那就是说法的，那些树无一不是这个道场树。这个道场树怎么样呢？无量光色，这个特别啦。这个树啊，发出无量光明，有无量的这个颜色，在我们这个世间，光明就是日光照的这一种啊。那在极乐世界那个光明何止这一种啊？我们在这部经之前，我们都研究过《观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你看光明有多少种数？各种光。那么这个色呢，也是更多了。我们这一方，在我们这世界，这个色啊，青黄赤白黑啊，这五种，在这是五种正色。除了五种正色之外，其余拿这些色互相调配啊，调配个几种颜色，那是有限的。极乐世界那个色是无限的，无量的。这个树啊是无量光色，这高度有多少呢？高400万里，400万里啊。那么这个一棵树的高度有400万里啊，各位可以算算看看，树的高度那么大，它这个树干、树的这个树根啊，那个树枝叶这个垂下来有多少啊？一棵叶子也有多，那个面积有多大？那简直是没办法算了。比如说我们这个世间呢，说是这个最大的这个这几个大国家，像我们中国全中国包括台湾在内，过去呢说是1100万平方公里，那么现在把这个外蒙古除掉，剩下来还不少啊。那么再说这个台湾呢，不过三万这个将近三万六千方公里，面积这么大。如果说拿那个树叶的话，一批树叶子就把它盖住了。你想想看，我们这个世间这么小啊，它有那么高度的树，那么这些个无量的这个光色，那个树啊，这也是太多太多的了。那国中的菩萨，以至于少功德的菩萨，都能够知见，知多少，能够见看见多少，都能看得清清楚楚。那么这两条
两条都是福报，前面呢是讲这个不能辨其明数，就看不到究竟，而这一条呢又能完全知见，这两者呀没有冲突的地方。为什么没有冲突的地方呢？这个第一种，我们从这个方面看，这个前面讲的是这个那些一切万物啊，一切万物包含的太多了，其中有大的有小的有维系的，谁能看得清楚呢？这里是讲的这个道场树，道场树高大的，那么这个容易啊看得清楚，前面那个不容易看得完全看得出来，这是第一层。第二层来讲啊，这个前面的这个树木这个太多太多了，这个那个万包括一切万物，那个数目是没办法计算的。这里个道场数当然也是太多了，可是两者比较的话，这个数啊比那个一切万物，比那个总体来说啊比那个少的呢容易啊看得清楚，多的那个整体呢就看不清楚。再就是说，就看的人来讲，前面呢是就这个天人的啊，以及包括得到天眼通的，那么后面这一条啊指的是菩萨，菩萨当然也是得到天眼的了，可是菩萨的天眼通啊跟那天人的得到天眼通两者大不相同的。就这三方面来讲，那菩萨的天眼通能看得清，把这些大树能够看得清楚了，那个天人的啊看不透彻。那么从这几点来看呢，这前后啊意思讲的对象不相同，所以这个意思没有抵触。福慧双修啊，一方面修福报，再一方面呢最重要是要开智慧。下边呢是讲开智慧了。舍我得佛，国中菩萨若受读经法，奉诵此说而不得辩才智慧者，不取正觉。那么这个法藏比丘说啊，将来我得佛的时候，我能够成佛的时候，假设我这个国中菩萨他在啊受这个接受这个经法，读这个经啊，这个修这个法，那么还有呢奉诵此说啊，这个奉诵就是啊这个诵就是背诵啊，奉就在口里这个念，此说呢此就照这个经法来修啊，支持的修啊，说呢给人家说。那么这些菩萨而不得辩才智慧的话，不取正觉。辩才就是弘法，菩萨弘法要有辩才，要有无碍的辩才。智慧的话，自己不论是给人家说也好，是自己修啊，都要开智慧，非常重要。那么他就是假使啊他一见受读这个经法奉诵持说而还不得辩才智慧的话，
我就不取正觉了，那我也不来取这个佛果了，不成佛了。现在的时间我们大家都在学佛，我们也读诵啊，这个经法也读诵，当然我们也开智慧了啊。这个如果不开智慧的话，那么我们这个知见也会跟社会人士一样的，所以现在不一样，就是多少我们有一些智慧，但是这个智慧啊开发的很慢啊，要吃很多辛苦，要很用功夫来研究才能开智慧的。到极乐世界呢怎么样呢，这个别说这个读奉诵了，就是在那个七宝池里边呢，就在池子里边洗洗澡，智慧就开了。听那个众鸟唱一些歌啊，一听风吹那个树的这个树的声音呢，你智慧也开了。所以在那个环境呢，无处不可以开智慧的。为什么呢？这就是啊，发藏比丘发的这个愿，他以这种这个愿力啊，成就了。成就之后啊，凡是生到他这个国土里边呢，一切的人都能够得到这样的智慧，这样很快的开发，这是这个也是这个法藏比丘的这个大这个愿力成就的。所以古代祖师那个禅宗祖师讲啊，无禅有净土啊，万修万人去啊，但得见弥陀何处不开悟啊，这句经很重要啊。你就是不修禅，当然有禅有净土更好了，就算是没有禅有只有净土，你信个净土，到了这个极乐世界去啊，你见到弥陀啊，见到阿弥陀佛了，就不怕不开悟，开悟就是开发智慧出来，